心的。啊，那嫁人嘛是心的，无，室内有无？你敢有一个主持人？嫁人啊嘛不是，那个主持人我讲吼，今嫁人啊，我无嫁到，伊拢有一只吼，大家机会是见你动好嘛，动好听。那个是宋祖龄，哈哈哈哈哈，那主持人在讲的，对吼。所以我今嫁拢。